比起蛇和狮子，13个人分享同样的食物和饮料就更加可怕。继续划桨吧。在遥远的地方，有一大片陆地，一个我们多划几桨就能划到的小岛，在那里，我们将在棕榈树下直躺着，让土著喂我们吃东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屋，遵从内心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来吧，干活吧，啊！小狐狸，你能这样数吗？一、二。小狐狸什么都不知道，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我们自己做。我们一起来，来，所有人一起来数，一。当我们都不在洗澡的时候，只有小狐狸没把自己弄脏。
仙女的象牙这么接近。我曾经划过许多次船。在哪里？在我叔叔家，有个池塘。在天鹅中间吗？黑天鹅，澳大利亚。黑天鹅，澳大利亚。你觉得那儿还有黑天鹅的存在吗？我脑子里只能想象得到，因为这太美了。你在天鹅中间泛舟。当然，还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。这个我当时没有想到。起码会让双手变得更加有力。还是你不相信我？我什么都相信你。是因为缰绳的缘故。当然，我们也会戴手套，但这只起到一半的保护作用。就是这个，让双手变得坚实。你的双手独一无二。我还能连续不断地划20分左右，可其他人不行。哪些人？其他的孩子们，他们的手上都已经长满了水泡，明天就会流血了。你们谁的手上没有长满水泡？我已经不能再划桨了。昨天我的手只是颤抖，而今天他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要划到我的双手沾满鲜血为止吗？不，我不划了。我们不划桨了。不划桨了。这样我们就会滞留在这儿。我们不能等到食物吃光了才开始动我们的拇指啊！13张嘴要吃饭了。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不应该再继续吃饭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不应该再继续吃饭了。你这是哪来的想法？为了惩罚我们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我们一共13个人一起吃喝，在昨天我们已经确认的情况下，而今天还这样做的话，会变得更糟。谁同意这个想法？谁想像他一样，双手被磨得血肉模糊，不断的呻吟，不断的痛苦的呻吟？还疼吗？像火烧一样。那么，就需要再浇灭它了。别再用水了，别喝水呀、啊！这不是已经用水了？无法要求你们，我只能献出我自己的那份。你已经让出了，你让出了你的那份。今天是你的那份，我不需要。那你也不需要吃饭了吗？是谁自愿的？谁要把我从悲惨中拯救出去，并且庄严的保证？直到我被救出去的那一天，即使他要死了，连一口、一小口也不会喝的，并且不会为此而抱怨。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，牺牲自己而使得世人的灵魂得救，是因为这样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而获得了永生。我自己也做不到，我也不希望其他男孩子这样去做。我们还是孩子，无法完成书里描述的那样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只是孩子。不要撕开！如果我们一定要完成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任务，那就通过抽签来决定吧。抽到的人不会饿死吗？至少我们之前
张骞一起丢到了海里，都丢到海里了。一个人不在吃喝，这种方式不会使我们得救。如果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，而让我们无法握住沉重的船桨，不能拯救我们的，就是因为人们在巡视时能够看到的旗子。没有这面旗子，我们是不会来拯救我们的。现在架起一根旗杆，并在上面悬挂这块旗子，这样它就能在空中飘扬了。请勿。所有的背后都存在一个神。
舍妻子为什么会消失，完全没有风啊。无论如何，妻子被风吹走了。如果这不是个征兆的话，那我真的不知道征兆是什么了。是因为我没有把妻子系紧。这只是你的借口罢了，真正的原因永远存在。让我们无法得救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数数吧，我们一共多少人？一个也不少，一个也不多，人数无法变多，但是可以变少。难道我们要等到我们其中的一个死去吗？不是我们其中的一个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因为十三个数字而死去的。他们希望我重建，他夺走了我们票，便扔到了海里。他这么做，也许是有原因的。有可能。我吗？谁问的就是谁。发誓我没有看过我的票。那么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们这么做？因为人们不拿生命开玩笑，生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。为你自己说吧，十二条生命比一条生命严肃十二倍，这不是小儿科的事，算都算得出来吧。当面对十三条生命的时候，一个人为了其他十二个人牺牲，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既然我们不该通过抽签来决定，那就只能使用武力解决。武力，武力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必须要离开这艘小船，他不可以再继续和其他人一起吃喝和睡觉了。我们其中的一个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一个，是我们的犹大，背叛了耶稣的犹大。这里没有犹大。在每一组数字十三中，犹大都会回来的。我们的小船就在进步。他在这同跑船上的时间已经太久了，我不可以再继续保持十三个人了。
找到他，他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我们选择了他，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的。如果把他扔到海里，那不会有任何感觉的。
总有一天，人们会遵守纪律。所有的教堂都是多余的了。耶稣会重新回到大地上。耶稣住在天上。我是想说，耶稣会重新回到大地上，并不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在最后的审判中，他会裁决犯罪者将承受不幸，无论他的罪孽是神还是邪。杀人是最终的罪孽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现在让扎一个帐篷来守卫，我们要住进去，因为这会让我们高兴起来。我们不会让任何人进来的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我负责保护你。我们该敲击了，如果我们不动手，不会有任何人来拯救我们的。救援取决于我们自己，你们别搞错了。